请黑人上人无极老庙天命，弥勒祖师奉主台湾慈悲，咱无极奉愿天命圣人宫、邦桥道场、台南道场、屏东道场、彰化道场、慈济道亲、大安大吉祥，以及咱一佛比有土，即诸山中路真贤道友、善男信女大德、大安大吉祥，南无弥勒佛，好，请放掌。好，各位道亲，大家午安哈。师父，因为我们桃园道场目前正在整修当中，那目前进度看起来是非常的顺利啊，因为他们原班人马都住在那里，他们也想要赶快完成，不要住那里哈，因为最近哈，真的天气啊。那个老板就说这个不用花钱的三温暖真的，那当然那个不是自己的家，都是外带，当然都是住起来会比较不舒服，因为寒是米皮不够寒，不够寒，所以他们很想赶快完成这个工程，这样了解，所以在速度上师傅看起来有一点比师傅的预估还要快啊，这可能就是神父的怕神，对，我就叫人去住那里了。好，那因为我们桃园进度看起来是比预估的还要提前，但是师父也希望说把这个，虽然状况是提前，但是后续的准备工作我是觉得还是要把它规划好再过去，所以我们还是原定在农历的四月份再过去，那目前看起来100%应该是没问题，是没问题。所以我们住在桃竹苗地区的这些道亲你们如果要去的话，赶快来跟彭一真大概登记，因为人数很多，师傅也没有办法去每一个人都了解当然以后我们也会在 YouTube 网路跟那个我们的 LINE 总族群也会有公告那久久才回来一次的人可能就是要随时看公告那今天这个直播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如果有的话，你们要来这边登记一下，因为你们的法号跟你们在圣灵宫板桥道场有职务在这边的，我们全部会以你目前的职务跟法号都移到那边去。那你来这边如果没有职务的，我们去那边也会慢慢编列职务给各位去参与，这样了解吗这样子我们板桥道场所余缺的一些职务我们才有办法补足，这样了解吗？确定这个是去桃园的，我们就会补足，这样了解吗？所以请各位这段期间大家辛苦一下。那桃园道场如果装潢好以后，可能我们会这个动员板桥跟彰化地区的这些可能有车子的人能够载几个生几个去那边这个做打扫这个可能装潢好以后我们再来公布那我们选择的是礼拜天那新竹桃园地区的你们可能可以从那边直接过去就好了了解吧好，这个是以上跟各位报告一下。那因为桃园道场目前我们的进度算是非常顺序，说就顺那个顺序是非常的顺所以我们师父在之前在装潢的开始的时候就有开始来做五方道场的展望还有圣物的推广，再来是我们网络组织人才这个培训管理把它组织化再来就是发出动员令大家在甲辰年这一年，因为我们都已经把内部的组织管理也架构好了，那因为我们圣灵宫这几年来是透过网络才吸收很多优秀的人才，跟要来这边皈依修道的人才也越来越多，有95%以上几乎都是看网络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圣灵宫其实要能够再稳定的发展，一定要在网络这一块再多加以这个把它优化，甚至于呢更把它扩展，甚至于再把它周边的一些系统再扩展。那我们现在也请，所以我们之前这个网络是由正师与妙恩师姐帮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效率比较高，但是我们现在也请妙莲师姐组织一个这个网络这个培训人才起来那培训人才我们现在开始也是在以后要做专职的人人都会往这边去培训
那现在目前已经有一组在五六个人的啊，专职的话是妙莲以后的一个李怡清庙业，还有那个啊庙灯就是培儒师姐啊，还有一个庙会师姐，现在目前在屏东，也有可能会去桃园道场的那一个啊，加上另雅可能我们台南道场在群创当经理那个也是可能啊，这个国立八月份就会辞职，会在台南做专职哈啊，他可能也会在指导，因为他算是比较工程师的经历，这算是技术监管的这类、个、啊，这类、个、这类、个、高手了哈啊，所以这一块可能在网络上，如果说有软体或者有一些电脑程式不懂的，他们可能会指导他。那目前的规划都相当的完整哈、哦，那目前只是在人才培训过程当中，在跟他们教一些啊。这个网络组织架构跟如何去架设这个网络，甚至于去做编辑，或者是做文字档，或者是上传哈、哦，甚至于我们现在可能慢慢会走跟它转向 IG 哈、哦，那还有就是一点广播的哈、哦，再来就是也要走向文创，就是会做出这个书本的啊、电话写的这样的改观，也是会出一些书本哈。哦，那这个书本文创的目前我们也开始在做规划哈，之前就是已经规划好了，本来是彰化道场安做完以后，我们就打算把它推广出去，那后来因为桃园道场的开荒就是有一点快，所以我们稍微把它往后先给它贴出去外靠，先给它贴出去外靠，来先出外靠，要比较书单没太久哈，各位了解吧哈，所以说我们的文创部分我们目前也稍微再往后就是等桃园道场起来的时候再一起做哈，一起做。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圣业红展的推广方面，目前我们从圣物的培养组织、网络架构的组织以外，那当然师父之前的课程也有提到，我们网络架构起来，当然就是把这个影片优质化，啊，甚至有文字档或者短片档，哈。有些人不喜欢看一个钟头的，那庙莲呢他们追逐也开始把它做短片档，就是师父讲了一个影片会把它缩小在20分钟或者10分钟以内的短片档啊，这个短片档里面他会就是会看比较好的啊，这个精要把它剪接起来、哦、剪接起来啊，这个就需要有一点经验、哦、那目前因为我们有一个庙会师姐是做广这个读设计广告的、哦，那令雅本身也是这个群创的这个研发部的这个经理啊，这个都是属于在知识领域上都非常高的人。那妙莲本身也是读设计的，广告设计都是在这个领域，其实都是有专业领域，只是在如何去整顿或者是找出一个题材而已，现在了解了哈。那圣莲宫的题材应该经过这两三年的网络的行销，那目前看起来已经上轨道了，那只是现在在把它优化。但是各位道亲，我们已经动员了一些人才，组织了一个网络的培训人才。那师父如果把影片当成一个产品，各位要听懂，当然我们这个三宝当然不是产品，但是师父就是用一个产品的方式来给各位介绍，让你们更了解师父要总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已经成立一个研发部，那研究出一个产品，那推销要靠谁？啊，当然就靠大家了。啊，怎么推销？所以我们讲下一个年度我们的开荒，就因为我们五方道场已经开荒完成了嘛，所以以后我们讲的开荒就是渡人，渡人也是开荒，这样了解了哈。所以我们后面的开荒就是要认真的渡人，那怎么渡人？因为我们已经把它成立一个组织化的一个网络族群的一个制作这个族群，他们出来的产品就是希望各位不管在 FV YouTube、哦、那 YouTube 当然你们庙莲他们都会文字档都会存在总族群里面、哦、啊，那如果是即使上传那个就没有文字、哦，那个是在圣莲宫或者正能量妙安成立那个平台，或者是在师父个人的，或者是在板桥道场的 YouTube、台南道场的 YouTube、
屏东道场的 YouTube， 彰化道场的 YouTube， 甚至以后桃园道场的个别每一个道场都有 YouTube、哦、你们可以从那边去把它怎么样转传、哦、转传，或者是我们会我们的圣莲龙华禅修协会的 FV， 这个即时直播的完以后你们也可以分享，透过这两个系统去分享。再来的时候妙莲也会以后可能就是会把这一些啊制作的文字档的或者是短片档的会传在我们的 LINE 里面， LINE 就是各道场的种族群的 LINE、哦、不是个别啊，种族群的 LINE、啊、你们去那边看，如果有的话那你们也可以透过 LINE 传给你们的亲朋好友啊，如果是 YouTube FB， YouTube 也可以是用分享的，那 FB 就是、哦、YouTube 也是要转传的、哦、FB 你们就可以用分享的，或者是分享在你个人的 FB， 方便的话那当然有加入你 FB 的人就看得到，就看得到。亲爱的了解了、哦、我们透过这种模式来把我们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些影片透过大家的力量能够把它散播出去，因为圣莲宫这几年从疫情这两三年来其实我们可以成功的迅速的成长，有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云端网络做得非常好。当然师父跟这些网络族群的现在目前在制作的这些组员的研究，今天我们可以把网络做得好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主题有题材，我们有题材有主题，所以才有办法把这种把今天把这个云端做起来。如果你是像外面只是做这个灵修的当机跳档的这段书人呢、哦、那不是说我们比人比较慢慢，因为现在如果要看跳档的大家都是在看超五宝的啦、哦、是不是 啊如果要唱灵歌的就在看赵灵山的那啦，但是那大部分都会看不去，为什么？因为那都是在看老的人，但是圣莲宫的人会看的人会来的人差不多一半以上，一半以上。为什么？因为会去看我们的影片的人都是想修道想修行的人，反而你一些真的是想看老的人还是在那电信通的看我们影片看不下、哦、看不下，因为那不是他的爱，各位了解、哦、但是现在末法反而这种想要修行的人越来越多。那灵山这因为也在台湾已经好几年了，那毛病也开始出现了。那现在的灵山的族群也是往下降，以前都是那蚵仔上不知道在走灵山的，那些都该死的死的倒的倒的，有的不怕路的，所以灵山盘就越来越消退，反而都一些年轻人起来。那年轻人当然都会在网络上找资料，那年轻人学历都高，他们如果会碰到这一块，就算说你改说一代天命，他也会去思考他要怎么做才对。所以你看我们圣莲宫现在四间道场要培养的未来一些不管是义工职的圣务人员还是专职的圣务人员都学历都非常高、哦、你看令雅博士而且是群众的经理、啊、台南的妙界是成大的公卫医生，妙医是一家眼镜公司的总经加那个经理也是属于大学毕业，啊，我们板桥这边，标兰好像是高中毕业，彭慧珍也是嘛哈，那妙木应该也是大学毕业哈，那妙珍也是五专毕业哈，那妙莲也是大学毕业，那屏东的妙界也是大学毕业，李一清是高中毕业哈，那现在这个妙慧她本身是读广告设计，她是专科的，所以她是属于这个二专，这属于就是等于。也是接近也是大学的一样，二专生属于大学的啊。啊，我们彰化的妙米啊，他就学历最低，也是最聪明，因为他是六家连锁店的老板啊。那啊，再来这温杰鲁师姐，他是读国际语言国这个外语系的哈、啊，他曾经在美国认识那个留学过哈、啊，学历非常高哈。啊，那个妙景。在一家机械公司的总董事长旁边做助理秘书、哦、那个也是学历也是非常高、哦、那培鲁也是大学毕业，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是义工那个是、哦、义工子的还有很多、哦、还有一些刚加入的其实都是大学毕业，而且年纪平均在
47岁以下，啊，那大部分都是45岁以下的比较多，甚至有些还30几岁而已，啊，那年龄层也非常低，非常低。所以我们圣灵宫，你看为什么可以吸收这些说带有天命的想要进入圣灵宫？因为圣灵宫他们看完以后，他们知道就算要办事也要来这种道场办，才不会去供恶业，哦，因为他们靠自己的能力赚钱的能力都非常强，哦，都非常强，所以他们知道来这边要修善要做功德，这边才有办法做功德，才不会被利用，才不会去供恶业，这样了解吗？哦，那看到圣灵宫的三宝是有净土、有法门、有净土道同，然后看到圣灵宫是一个社团，而且是组织化的社团，啊，目前已经有4间道场，那今年可能会进入第5间道场的运作，也是相当有规模，对不对？那道场算是有规模，那有规模相对是一个有制度化的道场，啊，有制度化的道场，所以我们在组织管理上也规划得非常好，所以这样子大家想要来这个圣灵宫共修的人当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是在圣物人员的部分。但是如果是在一般大德部分呢，大家看到圣灵宫是一个有组织化的一个道场，甚至于呢三宝心法普渡三朝的这个弥勒净土真真实实，大家都亲眼所证，甚至有些亲身所证，所以来这边皈依完以后，反而有在道中服务的人稳定性非常高，反而皈依完以后都把它当成，哦，我来这边求道以后什么就会变好，什么都不来共修的人反而是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为什么说，啊，师父我有皈依，啊，现在哪有修不好，你都是有病症要来看医生的人，所以你不好，因为平时也没在保养，说来听好吗，你平常时也没在保养，都等到再发作才要看医生，啊，那种不好，不好，啊，了解了，啊，甚至有的人根本就这样，啊，皈依了什么都没做，啊，那种当然不好，啊，了解了，啊，咱道场为什么说你们这里可以长期共修无压力，你看你今天就算有能力做副职位，无论你好也赚500块，我没看到好也看你有钱我就叫你交5000块啦，是不是啊？对吧，艰苦的人你看我们这几个比我们班级这200几个委员，你认为我们这几个才200几个吗？不止啦，哈，绝对是不止，哈，所以我们也是读很多经济能力比较真的生活瓶颈比较大的人，我们也不会去强迫他一定要怎么做，对不对？那这个道场如果你又收不掉，这样就不是圣灵宫的问题了，各位清楚吧，这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啊，那这个我们就真的随缘自在，啊，我也搞不好每个人所追求的不一样，啊，心都是万年的，体力老大很好，这观念错误。啊，有的人是追求神通，哦，这间宫吼，哎，有在开5间，可能搞不好作妖，我来遐看有啥物报堂要退无，啊，是怎样子？咱只有三报堂要退呢，啊，不过这种伊就袂下，吼，伊要也是看迄某人数一支机灵给我无，吼，啊是迄有啥数啥物字给我无，啊是提啥物五报给我无，因迄就爱是这啊，唔是咱的三报，安尼了解无吼？啊，所以迄个字不同啊，呐，不相为谋，了解吼？但是今天可以留在圣灵宫，真的是志同道合了，啊，志同道合，对不对？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要来共修共办的。所以我们才来修道。好，讲到共修共办，我们才要来学道，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讲到自觉才能觉他。好，各位，刚刚听师父介绍圣灵宫的前景与未来，或者圣灵宫的规划，或者圣灵宫的人才培训与组织管理上的一些规划，这个不是一天可以成就的。人才不是一天就会来的，哦，不可能我请他多数两面人才不是一天就会来，哦，那个是透过长时间的因缘慢慢累积下来的，像圣灵宫里面现在在这边当干部的人也不是同时来的，也是慢慢进来的，哦，然后 被我们道场发现以后才慢慢来鼓励你来参与，啊，来愿意不愿意参修。你看我们现在的道亲要做干部，不是你来透透有啊，都要经过道场的考核，
看你的条件跟态度，或者你的习气，足不足以当一个领导者或者管理者，我们才愿意让你做。不是你今天一百万拿来投资，是我这个报喜者看主意有人换我做，没啦，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开放的管上多钱也不一定是主意啦，所以我们了解吧。所以师父在做的工作，不是你管多钱就做大，报喜是你自己发心发愿，但是在这里我们都是恃才，知道吗？是，你看咱的主意拢食饱用用，也无咧做代志啊。反而是恁遮，大家拢做甲要死，对吧？恁帮个主意，恁看拢嘛是安代志啊，对吧？恁弄快嘛吼，是不是？啊，有时只啊等些因啊，你看恁遮等着做比伊较济啊，是不是？所以有当时啊，职务不是问题，你参与的那念心才是重点。啊，你看咱妙参师姐，咱。这个妙庆啊，师姐，你看人家有很多，其实在社会上，包括志成师姐，你看师兄啊，你看在宜兰那个家，哦啊，师兄人家在新竹啊苗栗，你看，啊搬这搬车搬三届的款的吼，是不是？啊，你看，安尼才有心来，是不是？今天若无心，你也看伊有迄个动力无？是不是？无迄个动力，所以师父咧找的是有心的人啊。当然，布施你若有能力去布施道场，让道场会当减轻道场的负担，也是开放这条路，会当顺利哦。这拢是真好，这是修福。但是修德搁较要紧，修德搁较要紧，可以了解吼。既然恁来皈依，是要来怎么样？恁来皈依就是要来安怎？要成就嘛？对吧？成就什么？成就生业，对不对？那成就生业的基础在哪里？在行功立德嘛，对不对？是不是？今天我们要成就生业，什么叫成就生业？就是为了解脱生死。所以圣人讲，不是当机世界，虽然有灵修的世界，但是咱讲究的是解脱的世界、净土的世界、灵魂的故乡。咱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天地未生我，之前我是谁？生我了，我又是谁？将灵归何处？这就是咱要爱，这才是咱要爱。各位，我记我较早少年的囡仔时阵啊，是不是啊？哎，阿妈拢会甲咱家讲吼，囡仔讲白菜阿伯死了，叫阎王挂喙子，吼，安尼。啊，你若太阳放火去上刀山，啊，煎油鼎，他拢自细汉就甲咱灌输这个思想，所以咱的心中拢有一个什么恐惧啦，足惊去遐，是不是啊？啊，所以足惊去遐的人，都会想要安怎，要来求神拜佛啊。哦，啊，咱较早唔捌的时阵，咱嘛是拢当作讲去拜神，神都会保庇我卖去啊。后来我才发觉到，第一门前生道多了。我去学佛的时候，我才知影讲，第一门前生道多。为什么？因为你一个不用穿刀的人，你讲穿刀，害人因为你的关系对到这罪业非常的重。我终于了解，这叫做什么共业，对吧？这是不是共业？所以咱要找到一个团体来修行，爱非常的小心。小心什么？这个道场做了有正有清无？法有真无？净土有真无？啊，你来修这正有意义。你唔能干来修灵通。你看修王母娘娘，讲我要来母娘遐；修皇君老祖，讲我要来皇君老祖遐；拜王爷，讲我要来王爷遐。哦，这对啊，啊到最后要去倒位？甚至为个宫地，迄灵宫主出问题的时阵，甲班的拢是祖先来坐位的。伊嘛甲你讲，伊是母娘要去伊遐。啊你，你看，伊都即阵无得到，甚至是祖灵。好，就算伊祖灵功德有够，做啊去天神，安尼你直接嘛去天道呀，是毋是？伊若做了有正，祖先来办道做有正嘛，真济事讲话爱凭良心。
哦，人迄就是有修行，这样话都来领这本书。好，这嘛是咧七天世界而已，因为伊无究竟。啊，你要该去遐吗？敢要该去遐？因为阿拜六道不准啊，六道不准啊，你该去遐，你等于赶快来对落阴山，因为以后六道不准啊，是不是？啊，你哪会知啊？书你讲的迄阵是神啊，唔是神啊？我看伊嘛采波牛啊，你看咱台南。圣人宫较早叫主圣宫，迄、那个主持主神就采王母娘娘。较早伊嘛拢讲伊是母娘，结果起笑我个主流是呾讲伊是因一条共辈的姊妹。啊，你看迄神啊，好，后伊阵讲迄条共辈的姊妹已经做神，那是气天神，气天神啊！啊，伊若毋是气天神，就免我度啊嘛，是毋是？伊就是气天神，所以要进升进升袂起，你怎甲阮师姐逼甲起笑？啊，师去甲伊皈依了，伊怎好去？甲整个话好，已经台南已经六周年庆庆啊！我改伊迄整一年啊，拄啊七年，即七年好好，啊无可能早来提去整啊，是毋是？对吧？啊，迄条龙啊，我你要去交际啊，你任务完成要去交际啊！啊，伊嘛甲通讲叫伊去倒位叫，去圣安宫叫，去华莲主义堂叫，去三清宫梅花湖叫，啊，去高坑地母庙、玻璃地母庙叫，去台南天公庙叫，去倒位叫，该去去了了。拄啊，顶有坐着，最后庙拢去叫啊，无叫结果拢叫袂起，是毋是啊？啊，逐阵来叫拢做大阵诶，是毋是？啊，结果起笑诶时阵，伊入去去共厝边倒位去电影啊，一搞最好共去诶，才不。人家卡到嘞，哦，因为一个隔壁拄啊熟识咱那福报师兄，那福报师兄，你嘛进来处理一下恁某啊，你好啊，特紧共饲嘞，对吧？啊，饲的时阵，咱福报师兄见到的人，安规定来，因查某囝讲看看，讲啊，即个入去神经病，就直接入去，入去就无出来啦。医生甲讲，药啊，十三天愈吃愈严重，哦，都改那囡仔讲叫伊要随时准备啊，即愈吃愈严重，可能啊长期比较大啊，甚至。迄药啊愈食愈重哦，过年回国有啊，搞不好嘛是有这种生命危险啊，对吧？啊，本来为着民主问题，歹势叫我去啊，是不是？啊，尾发布啊，师兄甲讲哦，甲因查某囝讲哦，你莫为着民主害死恁母啊，你来甲老师兄拜托看卖咧，对吧？啊，伊讲啊，师兄当中阮母啊，甲伊安尼有一点过节，应该要来吼。我不过讲师兄，因为较早拢叫我老师兄，讲老师兄的人，我是伊迄种人，就是啥物拢歹，都干一步好，都、就是吼，人家拜托伊拢唔敢讲讲唔安尼，是不是？对吧？哎呀，啊，现在我去了，甲处理好去，即马阁换好好，是以前嘛还奇怪，自我叫看完了三工后，迄药啊一直减轻，到一礼拜后拢叫伊当出院啊，叫登记了，我甲处理就是一条共辈姊妹八十六辈去天后院转好去。啊，你来看书，这个天平有真无？有真啊无真？真真实实，所以头拄啊师讲，咱的云端网络要塞个吹物件嘛，爱真啊，对哦。你真啊，这个物件啊无真，你也塞无咯。你若要伫遐推迄种灵山，伫咧唱歌吼，咱外国比咱较好唱啊，足侪啦，是不是啊？啊，你炒股咱家阁无一个 A 啦，是不是？啊你啊、所以你若要推迄种片，无人要看啦。哦，可能咱准备看哦，迄观赏力可能嘛输人啦。但是为什么今日我都经营起来，就是因为咱的物件，我们圣人宫的三宝，就是有它的独特性。甚至咱一贯道，竟然内底有足侪一贯道的点传师，甚至道亲来咱道场皈依足侪，所以出去都偶尔相传，甚至。即马一贯都足侪人拢咧注意咱的影片，像咱杨四百师姐登来中和，伊的朋友拢一贯都，伊那咧联络去食饭的时阵，拢讲你对，我讲圣人讲，嘿，很神的讲，讲你讲咧在，吼，阮即马规定拢咧注意伊的片，伊讲恁咧注意安怎？伊讲，嘿，恁迄个三宝，甲咱一贯都敢有共？伊讲无共，伊讲。真正我的破了三折吗？咱杨四百师姐这样足有地位啊！伊讲你都去看就知啊，伊讲你去看就知。但是伊甲杨四百师姐讲一句话，伊讲真真侪一贯道点算师级别以上的人，
足济伫咧注意咱的三宝，咱佛教就是。所以你看咱就是这个物件有真，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嘛。你这个物件若无真，啥物人咧注意你？对不对？道真、理真、天命真，人才会去甲你注意，对不对？是讲这个佛法，它有这种法门，一贯都是一个足有规模的道场。现在咱规模这么大，都无得办个呢。现在这个星星道场，我得办这种物件，他们好奇。但是真侪人确实来咱家有咱处理好嘛，见证对吧？哦，像咱道场都一贯都三十几年的江苏这恁位都看过啊，对吧？是不是？啊，咱家呐是一贯都钱足多，搞不好怎啊在做下下都有啊，较早去求过道嘛都做，对吧？另外，你看咱今麦要去。在屏东的陪会，跟我们去讨论那个庙会师姐，因爸爸是一贯道的大主，哦，啊，这老人痴呆退化去，啊，所以那个大即马无咧运作，哈、哦，无咧运作，啊，那是耶，庙会师姐就叫林，弄个童工叫伊阿伯去办事，叫伊去学动物语言，学心理学，哦，啊，去学东学西，学个一大堆了了。啊！拢个叫袂使去做工课，迄学历遐悬，拢叫袂使去做工课。伊讲伊阿伯爱办道，啊！啊伊特别讲，啊是要对办。伊讲你只功夫学，你去桃园找头路。伊阵阿未来咱新人讲哦，伊讲你会去桃园找头路。他本身是高雄人，伊讲啊，我伫桃园钢铁公司上班做人资管理，啊，要去桃园啊，无人脉是要去对找头路。对，啊，我四十外岁啊，咱嘛做歹做呢，对无？是毋是？啊，结果来新人讲了的时阵，伊。那条人一套一本书，我甲妙莲讲，你也甲讲，咱唔好共耽误。你讲屏东镇吼，有你妙莲伫遮，佮有妙业阿伯嘛，有可能做专职，啊，人义工的妙姐嘛，做认真，吼，啊，佮人家妙姐他们都很认真。啊，遮一间咱道场拄啊屏东上细间嘛，无可能两三个专职一遮，是毋是？对吧？我讲你若袂，你着爱外派，你若发多吼，啊，你着再来投入，啊，若无你做义工就好，是毋是？啊，做义工你来去找头路啊，啊，无咩啊，是毋是？对哦，啊，后来他说可以，啊，可以时你着去，到尾庙里嘛无公司，要派去对，对嘛？后来我甲庙里讲，咱国道场即马拢山头拢能占掉咧，啊，剩一支山头啊，搁会当去拼咧，就是桃园。伊才讲，哇，啊，母娘真的很显赫。较早，我还未去圣人宫时，就甲讲我要去桃园找头路，是不是？哎、欸，你看，我遐个安排好啊。较早庙林伫咱邦桥，迄阵我都明明都要去小港高雄遐要找道场，伊迄条人就一直甲讲，伊后摆去屏东办道。啊，我就甲庙林讲，你若去屏东办道，有可能你家己爱开啦，因为我的心目中就是要来高雄啦。哎，结果真正找你屏东去呢，所以有当时啊，人哦，某个天作对啊。是的，我去屏东时啊，过年我讲恁听啊，就是看到家当的一间厝吼，五十平三楼起的，佫新的套，迄种敢若别装型的，对，开580万，然后讲套这厝真俗，是毋是？我敲电话去问中介。中介甲讲，嘿，刘先生，这间佫会当出去，我580万佫会当出去，套遐好的厝啊。伊讲，但是我甲伊讲吼，这有一有这吼，这个不是自然死亡的人伫遮往生去啊。其实我嘛干呢，我较早去家人迄王阿婆遐办的，我有讲互恁听嘛吼。我办暗时啊，7点半到12点，我是讲王阿婆边，我来简单等下时啊煮食咧算啥对吧？是毋是？我伫遐办王阿婆见个人，佮我讲，迄较早有一个查某囡仔伫遐办会煮食伫遐，见我咧办拢袂要紧啊，规间甜甜啊，是佮办暗时啊呢。嗯，七点半到12点，我规间甜甜，我一朋友遐我老将所在，就讲你有在办呢，是毋是？我好想讲，这对我来讲无要紧，本来是要买，是什么信息也唔对哩。因为我迄阵迄间算第三间啊，这阿爸派人来带，我未惊啦，因会惊，是毋是？我有时了，算，因咱未，我未惊，我是到底未惊，但是咱派人的人。会加减会惊，是不是？我是放弃，啊，袂紧张，上咧，哈，是不是？后来，迄个中介讲，刘大哥，你啊，无我该报一间，你去看卖，讲倒位，伊讲迄南京，我讲好，来看卖咧，啊，就结果真正我找着屏东，啊，南部迄个姻缘，我可能袂去看屏东，看到屏东我就删掉啊，是不是？是拄啊，迄个中介一直搞嘟嘟嘟嘟，我才去看，你看。
啊，上天用这个钓，钓到我才去注意屏东。你看，哎，咩？你条连工一直要去屏东，屏东，啊，该做这个姻缘来啦。哦，是不是？做这个姻缘来啦。啊，所以讲，咱的开放其实，拢确实是冥冥之中上天自有安排呢。各位要注意对吧？恁将来要开放的时候，妙明妙净都来，放入来，哦，做引进。头昏开放了，因就叫做主持、副主持，嘛做了有够好，是不是？进头昏妙明，你会调去头昏做主持，对，咱家直接培养的庙妹，啊，甲屏东的庙会，甲遮庙山有可能拢会去啊，对不对？哇，这生物人呢嘛，人才济济呢，对不对？你也看，啊，咱即马咧头昏地区的遮，甲头甲新竹地区，你看。大家拢安尼，遐尼遥远都来正认真参悟。我相信未来桃园若是开始运作的时候，我相信最鼓励量会更大。为什么？恁更加方便啦。恁有可能一礼拜来一天，恁像彰化呢，较早去台南拢一个月去两天尔，即马一礼拜去三天的足多，啊无就逐礼拜去的嘛足多，对不？自然而然参与度就高。伊较早咧招朋友招未来。啊，是看网络的人看到要去邦桥通都唔来啊！哦，看到这个邦桥，还是要去彰化都唔来啊！下摆有可能，啊，这近近啊，学都要徛到高啊！哦，啊，就像咱彰化遐就真济，就是安尼。哦，师傅啊，我看你网络已经看两年哇！哦，我那想着讲去台南遐远着，哎，邦桥遐远着，算了，拢无去。我拢是目中讲，恁来当来台中开一间，唔知偌好，结果恁开咧彰化嘛近近啊！啊！你看，啊！即偌济即种人等两三年，啊，等着，逐天可能伫遐甲上天讲，你睇下，我有圣人将来中埔开一间啊！哦，啊，上天可能有听到因的声音啦，是不是啊？好，咱的因缘生熟，就真正去彰化道场开一间，对吧？真桃园同款，桃园伫要开放的时阵，你看咱国际线的因缘一直成长起来。那上个礼拜是一个施秉新师兄带他老婆来皈依，对不对？啊，今天来。礼拜四去皈依，然后隔天就又回去，啊，像这个以后就可以住道场，因为像他那次来就他刚跟他两个而已，啊，上次来四个而已，像这个就可以住道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桃园道场也可以提供这种比较啊人数限于在这个差不多十个以内的左右的人，可以在那，如果不嫌弃那边比较上简单，啊，当然你有钱你要去大饭店，我跟离遐足近的25分，你施秉新。伊讲伊吼要去彰化，像伊有听到咱桃园有一个道场，伊要包客运车落去彰化，像伊甲客运车讲，你先来阮桃园某某一个所在遐甲说者。伊讲你要去创啊？伊讲我阿爸找一个道场。伊讲你桃园机场坐到遐挂出车阳灯，差不多接近30分钟而已，那么真近啊！啊，伊去到彰化那出车要三四点钟啊，哦，对不对？那就差很多了。啊，当然车主唔好给作多个啦，哦，是不是？对不对？我看孙啊，像恁这跑单帮的，那两三四个过来，啊，道场那拄啊车有一只，我马上派人给你载去的，哦，你个乘客，啊，哎，你新加坡的足高水，我跟孙这只乘客报喜道场，我无个意思，就是恁家讲的就好，啊，只个讲的意思是讲，这种人拢就是互你方便啦，对不？各位道亲，好。你看，今仔日咱的道场慢慢已经建立一个非常有规模、制度化的。开始我们在培养人才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要成就圣业，当然就是皈依的目的。但是成就圣业的过程，我们必须要有行功立德的观念，对不对？那什么叫行功立德？行功，功假修养自己，叫做行功。立德就是立德则利益众生，哦，各位，所以这个就要注意哈，功则修养自己，啊，这个是觉自觉哈，德则利益众生，这个是觉他哈，
位释迦佛甲咱讲，修行人那是要度众生，爱具足一个条件，叫做自觉觉哈。即句的意思就是讲，因为释迦佛是一个大圣者，伊知影传道那唔对的是有业的，是有业的，了解无？就参照师父讲的，你唔捌乌白叫人修，啊，害这个人对了，这有业无？有。这个头先师父讲的共业。啊，你若家己开讲，若唔捌，国讲咧甲人传道，哇，这足好嘛！哦，这你这间讲，若一百个、一千个对你收，这一千个拢对你对落，是毋是？迄种业真的是你唔得要收几百世才行得完呢？只要一个无起哩，你就永远无法度起哩，是毋是？那非常可怕。但是咱若甲多传好，众生家己无成就，迄就甲咱无关系，是毋是？上惊是众生。是因为你的关系这对了，安尼就无同款啦。比如讲，恁圣人讲的三宝真好，有人无认真修的无？嘛是有啊，啊是这就跟咱无关系啊，是不是啊？但是呢，因为有足侪人认真修的，是因为咱的法唔对，因这对了，安尼会害啊未害啊？这有业无？有哦，所以释迦佛伊是一个大圣者，所以伊了解。一个传道者，若是无真道，你是会去耽误众生的，这是有业的。所以伊才甲你提醒，修道人也是要成佛，也是要度众生，拢爱具足自觉觉他。这个自觉就是讲叫你家己爱修好。这个跟咱道教讲讲，功者修养自己。这个功，就是咧讲内功的意思。内功就是讲咱的习气、秉性、行为。都要去修正、修改。什么叫修行？师父讲修改错误的观念跟行为叫做修行。修行不是来家乡拜拜叫做修行。真侪人讲，师姐你有咧修无？有啊，我去一间某娘宫，底下行三十年啊。哦，较早我才有办一个有无？讲伊在咱迄个实际遐一间某娘，伊有办三底下徒步三十年啊。对，我讲啊，你办三十年，你来家创啊？伊讲我底下拢处理袂行。你看我再跟你讲，你敢在一定要听，哦，是不是？处理袂惊，原因就是表示你这无净土嘛，是不是啊？对不？嗯。而且咱吴景存遐作者，实际较早拢去台北道场书处理好，你看像长期拢伫咧参与咱道场一寡活动，但是因为路途较远，无较进来呢，是不是？各位道亲，所以你看。因拢知影讲，这个功者修养自己是要怎么去做。圣人讲，今仔日若无伫遮讲经说法，时时刻刻来提供各位一寡善知识甲真理，有个人你干那来遮家乡对白，你也当作咧修行，这是不对的，是不是啊？你看偌济功德啊，先入去家去拢，你爱修啊，你爱修啊，阿免那修，你都啊较接来遮服务啊，七道顶扫涂骹，都是咧修。七道顶扫涂骹，确实是伫咧修，但是迄是咧修福尔，毋是咧修功。为虾米啊？恁若去大庙，恁甲注意看，迄伫啊七道顶扫涂骹的人吼，拢啊那口业作歹，吼，若毋是伫啊讲是非，啊无就烧骂，啊无就嫌迄个歹，嫌迄个好，是毋是？迄有咧修哦？有。还无咧修啦，对吧？什么叫修？修改自己错误的行为，才叫做修啊！啊，你伫个七道顶扫涂骹，一口业无改，习气无改，你就无算修。但是你有做福无？有啦。啊，你上加无发心去修这个福田啊！但是各位道亲，咱今日若当下发心，直接做义工，像恁来遮，伫做毕生。在家做灵疗师、灵修师，做公关，这是什么行为布施？这如果恁的心若无改变，这是修福的。但是恁今仔日来这做这个，交你的习气个减，会当透过咱讲经说法，和你增长智慧、确定目标、修改习气，这个福慧双修，这个福慧双修，是不是？这就是真正修功个修德，是不是？好，你既然功修得好，德
你自然做得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因果的可怕，你知道因果的可怕，所以你就会减少犯错的行为。你越来越参悟，你越了解每一句话都有因果，是轻甲重尔，对不对？甚至在道场是吸收知识的，真正的修行是在日，在你的平常生活中，对不对？你来道场来这听经文法，来这共修见证着因果的可怕。恁有当时啊，咱道场算善慧慈悲啦，现足济因果咧，互恁看。但是我娘现这唔是互恁看了，个咧。你敢知影偌济人看完回去，安那甲我讲，师父，我下摆就去叫阮查某囝唔好提囡啊。然后讲，你们才知影即摆因灵遐可怕，是不是啊？对吧？啊，是讲啊，莫杀生。较早我拢去菜市啊买虾啊，等下娃娃跳，哇、哦，即摆唔敢，是不是？真系可怕，是不是啊？安尼，恁来遮现场看到咱伫咧服务这地族众生，迄种土破的恨，甲迄种恶，你会惊无？会无？会你惊了，你等下你就家己会改啊，唔免我甲恁要求啦。是不是？这种是上好的教育啊！这比我直接讲大道理，恁听搁较好。因为我甲恁讲到嘴角全破，恁会感觉哦，迄师傅才甲我讲安尼。无好啦，对，那受气无好，等赶快来我行我事。但是你来看几摆，对吧？这太特殊，讲个看就知啊，迄唔通做啦，是不是？有地位就知，看就知，迄唔免人讲啊。对吧？师父现在才跟我讲，因为我办到二十几年，二十三办到近三十几年，看在这啊，足侪经验拢对下来，是不是？所以各位道亲，当你来道场服务的好处，就是会当听咱道中一只讲师讲一挂莲华圣话净土的好处、殊胜，甲咱求道的这个目标，甲咱为生三基目标。这个目标，咱一定要收起来，无就无未来。咱了解是方向，但是要达到迄个目标，都要看你家己。所以来这听课是增长智慧、确定目标。那怎么样走到最后的目标？最后要看你自己，怎么样行功，怎么样立德，对不对？如何行功，如何立德？那行功。不就是修养自己，改变自己，是不是？立德就是咱头拄好讲的，咱心灵恭敬，因端做甲真好。较早利益众生，除了恁来遮为众生服务，这嘛是咧利益众生。因恁甲众生服务好，还喜欢这个道场，感觉这个道场的公关有温暖，每一个道亲很有水准，很有修养，人就想要来。对哦，啊！你若来到这个道场，我公关讲话气啊呀，对哦，我是要提钱报喜，迄怎么样？财务啊，讲话啊，足无客气。哎，今我是要提钱给你呢，不是要来借钱呢？登去也无欢喜无？哎呀，无！哎呀，吼！这不是咧收，对不？各位，如果咱的服务能做啊真好，灵疗师嘛做啊真好，本事甚物个慈悲，你看，有个人讲。你看，像刚刚咧台南咧，刚刚遐圣母人员咧开讲，伊那讲吼师傅啊，较早你起母牛来，我母牛来做主笔诶，是不是？安内，阮这学生拢迄灵拢比你较歹，迄不是你的灵比我歹，是你的性地比我较歹呢。啊，伊拢承认啊，是不是？所以有个人甲我讲，师傅，你看阮这个查囝，我看你查囝有够乖诶啊。真正有够友好，我讲你莫甲我讲啊济，我若讲伊起家客，我就知影哦，这个查囡仔是这个师姐啊，迄性地在什么所在？我唔是甲伊骗人啦，对吧？最虔诚的习性哦，拢在迄个时阵现出来，对吧？是不是？所以师父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看你年龄就知影恁阿个功夫偌深啦。我咧讲功夫，唔是讲你神通偌厉害，就是。你的修行的程度到多位，这个咱你讲的程度，就是叫做修养。各位听啊，就是你的习气重不重的意思。
如果你的习气还很重，你说你修得很好，你念了给王上帝，你念了红光做，讲起拢不好，因为你无法度断断这个因果，是毋是？你无法改变这个业力，所以心痛抵不过业力，是毋是？但是如果你今日修养真好，过你念一尊谢谢先来来，你嘛修了做好，因为迄才是真啊，迄才是真啊。这个讲佛性平等，照讲现在世界无咧分官阶啦。按来讲官阶，即就是气天，气天因为有33天的世界，啊，即每一天拢有伊的即个什么修行啊，即、这个福报，迄毋是广告叫福报，福报愈悬，伊就坐愈悬。哦，就是讲，那哪一行讲讲福报好，你就做总统；福报歹，你就做部长；啊，国较歹，你就爱做工，甚至连饭汤都食了无，即、这个福报，是毋是？但是生活就无同啊，生活大家拢是各者，所以个性平等。释迦牟尼讲众生的佛性，甲我的佛性同款，不增不减，就是不增就是讲未比我较济，不减嘛讲未比我较少。即句话讲咧暗示佛性平等。佮既然佛性平等，它有甚物大甲细？但是为甚物同款有分大甲细？释迦牟尼爱清净定位是师父无？哎呀！但是佛教是怎定佛传出来，是释迦佛传出来。哎，也是释迦牟尼传出来嘛吼、啊。所以无一定是你的师父都较老啦。正言法师的师父是甚物人？印顺法师嘛吼。印顺法师的观念就是讲，修道人不能去开庙寺，因为迄拢咧作业，所以伊唔爱。伊拢要导游员引导，那来跟我请教，我就导；无请教，随缘。对，啊，但组织也是路上都无讲，就感觉我一尊用一个组织去甲做大，个人想法是毋是无讲？对吧？是毋是无讲？你看应顺法师的灵，伊是正言法师的师，伊是安怎无去用？但伊的名声要用一个组织，可能搞不好佫比正言法师佫较早。但是伊的观念就是讲。因为伊对因果透视足深的，伊感觉讲做愈济担愈重，多有缘人就好，多有缘人就好。所以各位道亲，迄是靠自力的大众生才会去行这个啊，对无？啊，较早的佛教真侪拢是靠自己修行、开悟、明心见性才敢出来传道，所以因为的真侪人是束缚掉的，束缚掉的。都佛道有缘人呢，但是即马靠佛力咧度众生，你看净土嘛一片遮大片，一贯道嘛一片遮大片的，是咪？因为拢是靠佛力伫咧度众生，靠佛力度众生，度咱就依法来传就好，依法不依人，即释迦佛甲因讲啊，我众生修行啊，依法不依人，啊依上天所讲净土妙法来修就好。传道者同款来依法来传，唔通依你家己自己的地名道来传，是不是？释迦佛在世，伊是一个大圣者。你看，伊看到众生智慧根器无够的人，伊就叫去修净土，是不是？根器有够，才对我来修禅宗。毕竟修禅宗成就的人是少，寥寥无几，对吧？但修净土，简单易得易修。但是净土的目的已经是走入了什么？慧利法师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变现世界，这是慧利法师。你哪当去影片甲查调换嘛？查换嘛？这书我即个传咧主群，互你们看，是毋是？伊讲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变现世界，什么叫变现世界？咱道教就是叫做换盘的意思，换盘，换什么盘？咱讲青阳是樱桃万种花，红阳是蟠桃盛花，白阳就是莲花金江花，其实叫做换盘，是吧？啊，这换盘就是换这个莲花金江花，莲花金江花就是咱弥勒祖师在讲这个莲花盛花这个净土，这就是以佛力来修行的净土，目结众生唯一的净土，因为这是一个应时应文道真历经天明经的净土。这是诸菩萨公认的，即卖眼睛嘛三教公认，一贯道公面的做出将天盘，咱道教无论赵灵山，就算袂用传道，伊嘛知影去护莲花会，是毋是？
啊，那像咱这真正知影有莲花会，咱更加大声，各界组织化去传这个弥勒经吼。你看当初师父咧传的时阵，有真侪人来跟我讲，师父迄弥勒经吼，伊释迦牟尼讲的这个三界天的时候，伊是咧欲界天的第四天，迄毋是无得到吗？无得到时啊，释迦牟尼会讲伊未来是未来佛，对吧？但是伫四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内底，唯一有这多率天命的净土有分类，伊甲外因啊，剩下拢总无。色界嘛非常详细，甲恁介绍讲，为虾米干啊？这个多率天有分类，伊甲内因、外因，外因同款有轮回四千年，但是伊四千年是足久啦。因为伊一年同款365天，但是伊的一天是含干四年。所以365天，佮乘以四年了，再佮乘以四千年，这恁等一下豆豆算，是毋是？迄嘛毋知地球轮回几摆啊？是毋是啊？瑞伊是一个永不退转的一个菩萨地，会当你若要来世间是爱承愿而来，就是讲你爱发愿，我要过来世间度众生，你才会过来。但是弥勒净土就是一个让你想要来就可以来世间度众生的一个所在，不要去你可以在那里涅槃，这样好吗？但是修行人发大愿的世间度众生也不是坏啦，对吧？啊，不然我们现在大家恭敬这些大师，那大家都是承愿而来的。你看圣严法师，你看他那个佛光山那个白辩的写什么，多帅沙婆气来不动金刚座，他就是跟你说我是多帅天来的，你是承认而来吗？是吗？人家敢大声讲一句话，他就是知道弥勒净土是末劫众生唯一的净土，我敢写在那里，不怕你批评，对吗？你批评说佛光山那个多帅天，那是欲界天第四天而已，你做比人家大吗？你会做比人家好吗？你修行的功夫有比人家更究竟吗？师父跟他说这样就好，剩下不要再说，是不是？你什么都输量，你去批评人，讲这就是你本身无天道，搁做口业，是不是？所以修行人常常唔通去批评别人成就家己，这是输的原则。你看恁这圣人刚甲输结缘，无论恁来拢甲讲恁在什么所在修过，你捌听输去批评其他的都对吗？你看输是安怎讲一贯道，我讲一贯道真好。但是遇到灵的问题，确实用我度处理。我讲的是咧诠释一个事实。我讲佛光山有好无？我人圣严法师性格有舍利子，我搞不也无咧，是不是？但是你看佛光山三个出家人去咱台南道场皈依，这是事实。我拢提相片互恁看，是不是？咱只偌济一贯道点传师单主，甚至道亲来咱所有道场皈依。是不是？如果讲你的弥勒净土若无真理，可能有法度去撼动一贯道佛教。这年呢有基础，这年呢有法脉，因为拢有法脉哦。法脉就是讲，因为嘛是拢有净土，唔是无。佛光山嘛是弥勒净土，一贯道嘛是弥勒净土，咱嘛弥勒就赶快弥勒净土，先怎因无来处理地造？这就是无你讲，人间一种地，二天一莲花，每一间道场的任务天命无同款。那么这个任务天命是什么人领来？主持领来，是不是？哦，我若甲讲每一尊佛甲做以医生来分就好啊。哦，搞不好一个是领气科的，哦，一个是领心脏科的，一个领胃肠科的，是不是啊？啊，这就三组分开啊，是不是啊？啊，咱这都要综合科的，咱这综合医院的，是不是？都三座最多，我讲安尼听较有啊吼，我用安尼解释恁听较有，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哦，这啊，你啊综合科当然都无同款，这就是叫做天命，天命啊，够了解无吼？所以道真理真天命真，所以咱今仔咱要度众生，咱第一要成就圣业，咱要成功立德，成功的部分都是家己修的立德。他都说除了你来道场服务众生以外，他都说在开端的时候，我们的云端网络开始组织化起来，我们给他分享，让你的亲朋好友
来看，不一定愿来，啊，那想要来，咱才甲多来。这是不是你利益众生？有的人就算看看无来无买，反正搞不好一挂朋友有咧修行，就算迄个民主派系偌偌来，搞不好买提醒伊，提醒伊唔通乱来。哦，对不对？那这样也不错啊。但是让社团卖敢介入，你卖敢分享给两个社团，你每一个社团成立都有他的生活前后的他的需求性，我们不要去影响人家。就算你有加入一个社团，你慢慢传对阿弟弟，那边传的那赖都你个人的好友 ，FB 你那唔惊人看，你就传的直接分享在你的 FB、YouTube， 你就甲传到朋友可以去点阅，那看一下伊就点阅。啊，所以咱道亲你来记，哦，啊，包括啊，无来恁新闻讲皈依到皈依的道亲，恁阿伯看 YouTube， 恁阿伯点阅，恁来记小叮当啊，紧来按一下，哦。来电业，因为你若电业愈悬的时候，咱这个 YouTube 会塞愈头前，哦，这可能恁较唔知的所在，所以恁若大家爱去按电业，和咱这个电业伊较悬的时候，咱它会一直往前移，哦，而且你嘛是帮助圣人宫在推广，各位清楚无吼？所以这点爱做，爱做，啊，所以你若朋友来讲，哎，迄个。哎，没有，那个做什么人？你传完影片，老师礼拜你跟他传的，伊讲，没，你可以按小叮当，去按小铃铛，去按赞，阿拜吼，伊就传，伊家己就走出来，你看，你两边去吹，吼、哦，免大概我咧传，吼、哦，啊，那都开始较无爱，你就传来加点看，看到有兴趣时，你就爱家鼓励，叫他去订阅，对，清楚无？这嘛是你利益众生是无？利益众生就是觉他，那么这个就是利德，是唔？所以圣人讲，咱今日要度众生，唔是干那来道场戆戆啊做，叫做度众生，而是一个利他。真正利他就要全面性的去做。尤其恁今日呢，当透过云端传落你的朋友，多一个人来求道，迄比你直接服务功德更加大。你多一个人来求道，是救伊一条灵性解脱啦。迄功德是金钱无法去估量，唔是金钱有法去估计。原来你长期以来，那一年有法度度十个，你直接五年、十年，甚至于到你年岁，这个百岁年老，搞不好你度上百个以上去，拢是来求道的啊！这个功德无量的，是不是啊？这个功德无量，这个我们要懂得做，懂得做。各位道亲，做这才有功德啊！做这才有功德啊！传道吼，讲讲吼，布施无功德，就讲我即阵敢讲呢。哦，为什么？因只讲嘞，为人阿师讲布施无功德，所以钱免管阿济，是不是？啊，我讲真嘞，道亲拢知影，我开放师要大家嘛是搁做，对不？是不是？但是师爱讲良心话无？我感觉讲布施功德无量，你来认真做，甚至于咧开放阿师，甲伊讲你这爱做啥爱做啥会无？你若家己发心都有功德，你家己发心这念心的真甲实，你阁有求道，福慧双修，福慧双修，各位了解无？因为你求道啊，啊你阁发心，你的布施嘛对内境的时阵三轮提供，哇，这个真的是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因为你有求道，布施阁进入三轮提供，这就真的是福慧双修。不会双修，所以咱要布施求道修道，咱嘛爱知影安怎修，安怎落手，才有法度得到真功真果，是不是？啊，所以来道场来参悟，就是在了解这个，安尼了解无吼？好，时间关系来，咱今日讲到这。来，大家请合掌。来，感恩天人上人无极老妙天命，降道于圣人宫。感恩弥勒祖师弘慈台湾慈悲普耀人伦。感恩贤圣师尊建立圣人宫，予咱有道可求，有道可修，有道可行，了愿成道。南无弥勒佛。好。